哎呀，糟了糟了！怎么了？我心脏不好，每天必须吃药，随身带的小盒子里每天左边右边的各吃一粒，正好是两天的量。那你吃呀。可是我刚才一看小盒子的挡板坏了，药都混一起了，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区别。那你随便吃两粒嘛。不行啊，万一吃的是重复的就完蛋了。这……嗨，别着急，这太简单了，我有办法。小伙伴们知道是什么办法吗？先想想，然后评论区公布答案哟。